网上晒出姚明明和女生亲吻视频引发热议，该女生在文中表示姚明明玩弄了她的感情，她才发布实锤。随着事件的发酵，姚明明也在16点的时候发文进行了澄清，称5年来从未联系过，没想到发生在2016年的一段感情被这样记录下来，可能我当初表达和处理感情的方式不当，这么久以来不知道对对方造成了伤害，现在传播偷拍视频对女生的伤害可能更大，对不起，再次郑重地跟所有人说一句道歉。对于姚明明的回复，对方很不满意，前女友发文回应，所以直到现在你都不跟我说一句道歉的话，对吗？宁愿在自己微博搞人设贴近关系。好，突然很想知道对方手里面还有没有实锤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一次姚明明估计要逆袭了。姚明明2019年参加《青春有你》出道，2020年10月6日解散。前女友表示手上还有很多激情真人秀，随时等着爆料。姚明明前女友自己主动爆料，还晒出了几张房间里的照片、床上的照片，还问姚明明熟悉吗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